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谢霆锋和王菲一同和友人聚餐，甜蜜牵手。图翻摄自搜狐娱乐世界观 News 讯，王菲2014年与谢霆锋复合，至今已7年。近日王菲却被曝身边早已有小鲜肉助手 Ryan 陪伴，分手传闻四起。想不到最近又被媒体拍到谢霆锋霸气牵起王菲的手，让传闻不攻自破。据搜狐娱乐报道，谢霆锋和王菲近日一起外出和友人聚餐，两人戴着口罩打扮低调，但仍不难注意到他们。用餐完毕后，一行人走出餐厅，谢霆锋霸气牵着王菲的手，随后和友人告别后便一起返回家中，重演21年前他们在媒体面前公开牵手画面。而他们这幕牵手情再度火速登上微博热搜榜首。谢霆锋和王菲的恋情峰回路转，他们历经分手，各自嫁娶成家，双双离婚后，谢霆锋又被拍到在王菲北京的公寓待上4天，再度搭上线。这段世纪复合也让娱乐圈造成不小轰动。谢霆锋、王菲最近被拍到牵手返家。编辑：宋南义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